虎救亲。二十四孝之十四，朝代晋朝，孝子杨襄。爹，你要去哪里？父亲要去收割水稻。我也要去。不行，你现在年纪还小，等长大了父亲再带你去好不好？爹，我不小了，我已经十四岁了。爹，你带我去吗？带我去吗？好好好，带你去，父亲带你去。呵呵。爹，我帮你拿着镰刀。香儿，小心点，别摔着了。哎，爹，你走快点嘛。这不是香儿吗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江叔叔，我要跟我爹一起来收割水稻啊。我说老杨，孩子这么小，你怎么就要他来收割水稻呀？江叔叔，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我已经长大了。那，看到那座山没有？里面有老虎哟，你怕不怕？老虎？真的呀？它凶不凶？当然凶了。并且呀、啊，还吃人哟！江叔叔，老虎是什么样子的？香儿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要割水稻吗？啊？哦，来了！谢谢江叔叔，等我收割完水稻，你要给我讲老虎长得什么样子哦。香儿，累了吧？你去休息一会儿。爹，我不累，你去休息吧。哎，这孩子。香儿，我们该回家了。爹，我们还没有割完呀，怎么就回去呢？天已经快黑了，我们明天再来收割。嗯，好。香儿，今天累不累？不累，爹，明天我还要来。爹，这是什么怪物啊？爹呢？爹，香儿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不，不要！老虎，你快放了我爹！当然凶了，并且呀、啊，还吃人哟！不行，爹不能有事，我一定要救他！香儿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怎么不听父的话？快回去！香儿，香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爹。你呢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，没事，我没事。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近亲者不敢慢于人。Thank you.
Nam mô A Di Đà.